唱歌啊、哦，都长得都不太一样哎。好，那先介绍马少，马少是有怎么介绍呢？他的丰功伟业是东东台东高中400公尺跨栏科技选手。中间昂爱目前是便利商店，非常正直人员。然后最旁边那个可能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，他叫孙定。然后明天是他来台北要领奖，他最近得了一个文学奖，什么文学奖？不好意思讲，讲句不好意思，不给大家了。然后孙定。有画东西，有写字的，有跑步的，都没有重叠啊，蛮不错的，还好啊。你干嘛那么笑那么开心？他们最近应该说今年吧，就是刚变成正式的青年的阶级的一部分。之前是巴嘎龙爱，巴嘎龙爱其实是指那个阿美族的青少年的意思啊，国高中生，然后5年之后才有自己的名字，像我自己叫拉千玺啊，待会会讲说这个阶层的名字怎么来的。好，先唱歌好了。大对花那姑呀，当我你呢？大爱那一不是那个姑，马虎你姑大虎啊，龙马哥，孤单孤单单的啷哒啷哒，马卡巴海古鲁米阿扎尼。Yeah.